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秋姐，解开你所有的疑惑。在昨天，童家宝的官方竟然发了一部视频，秋姐看了内部视频，除了感到特别的感叹，还有特别的佩服。而且木头能成为快手一哥，和这部视频有相当大的关系。我们二话不说，先来看原视频。那我咋回事？那我就是那个啥被封了。其实跟你们说已经解封了，但是就不玩，就丢在那里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不要跟别人说，现在不能玩，等到时候寒假的时候就拿出来玩。热度高，人气高，这就是你们埋的伏笔，埋四个月的伏笔，然后寒假拿出来继续冲刺无敌战争。这部视频呢有真无假，毕竟是牧童自己亲口说的。但呢，不知道牧童账号为什么被封的，可以去看回这两部视频哦。秋姐会把这两部视频放最后端，有兴趣的小可爱可以去看一下哟。所以秋姐突然恍然大悟了，牧童会有那么多的粉丝量，除了靠技术还有娱乐，当然也少不了脑子这一块。那荧幕前小可爱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关注秋姐，带你了解事情背后真正的真相。